今天穿了七号，你跟小丽说谢谢了吗？早上有说谢谢，就是跟去年，我加盟钢铁人的时候也是 Weber 也有七号，所以，通常就是一个球员给我他的号码的时候，我肯定要说谢谢。所以虽然我昨天才到，可是还没时间去买礼物，可是肯定会买。球衣呢，也在合照几张。哇，好难想象 Jeremy 真的要穿上我们新美国王黄色的禁卫军球衣。好，中间的朋友，右边的媒体朋友，好，谢谢。你今天穿了七号，你跟小丽说谢谢了吗？早上有说谢谢，就是跟去年，我加盟钢铁人的时候也是 Weber 也有七号，所以，通常就是一个球员给我他的号码的时候，我肯定要，说谢谢。所以虽然我昨天才到，可是还没时间去买礼物，可是肯定会买。那有没有想说，大概会送什么小礼物呢？我等一下可以问他们小李喜欢到底喜欢什么，我不太确定。好，没问题。